既然黄小姐断线的话，那我们只好期待下一次再会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紧接着就是，哎，喂，等一下，我在。哎，对，请问一下，我刚那个抽到那一张牌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是黄小姐吗？你是不是故意那光叫表准啊？你是他本人吗？石老师，你怎么那么爱开玩笑？我跟你保证啊，我确定中立的黄小姐就是我本人。哦，好，来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先别紧张，紧张白。其实你现在不适合跟他表白，你想好一单差不多两个月啊吼，才去跟他表白，这样子会比较好的。来，你有了解不？有了，谢谢。好，不用客气哦，阿姨哦，你那是有代志。你叫是博言，要多多打电话哦，拜拜。哎，好，再见哦。好的，谢谢中立黄小姐的来电，来接。看来爸跟石妈妈算都是一样的。那我这两个月就先不要跟瑞克表白，我就先在他的身边默默的关心他就好了。我的。啊、你在干嘛？哪有什么面试的挂号信啊？哎，我找不到工作，提莫已经很差了，你还来耍我？哎，我干嘛耍你啊？我是看你能每天都这么的懒散，然后每天都睡大头觉，我希望你出去走一走，这样子可以提振精神，好吗？这是误会人家的好意了。我懒散啊，我睡大头觉啊，你们就很勤劳啊，你是找到工作了呀？啊，奇怪了，你还被每天在那边晃来晃去，就只会买咖啡喝。我有这种闲情一直买咖啡喝呢，是因为呢，我要找一个月十几二十万的薪水的工作实在是太简单了。所以呀、啊，我喝咖啡呢，代表我悠哉，我有信心，不像某些人哦，钱被骗光光，现在心里面急得要死。哎，你现在是在亏我就对了。我就是在亏你，哎，你很奇怪，莫名其妙眼高手低，明明就有一个月8万块薪水的工作等着你去做啊，你不去，你以为条件有多好啊？哎，你要搞清楚，我之前在上海薪水一个月是3-4万块钱人民币，你知道3-4万块钱人民币合成台币是多少钱啊？啊，现在已经要乘以4.5倍了，我怎么可能接受一个月8万块钱的工作？好笑嘞！我告诉你，小心哦，你不要到时候一直等，当人家里面到时候变啃老。我告诉你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的。凭我的资历，凭我的经验，我一定很快可以找到一个月呀10万块钱以上的那种主管工作。到时候你不要哭着来说啊，瑞哥，我找不到工作，我快要得抑郁症了。好啊，我们就来比比看，到底是谁先找到一个月10万块以上薪水的工作？一定是我啊！一定是我，是我。好。那我们来打赌，好不好？看谁先找到10万块的工作。好啊，赌就赌嘛，谁怕谁？好，赌输的人给赌赢的人当司机。不止这样，赌输的还要帮赌赢的人拿公事包、买早餐、买下午茶。OK， 没问题，你准备当司机吧？是你准备当我的司机吧？